颜慧恩在第三节几乎打满了，换上邱子云。哦，这是撞到人墙啊！在进攻上选择路线，并没有走到最轻松的那条路。沈星会传大脚，射手 stand by， 张玉兰又是一个火锅。我进攻时间快到点了，没有注意到二。不过，应该没有那么快哦。只，对对，绝对不会是，他已经按到四。因为普门的进攻时间应该有24秒，但刚刚应该是只走完14秒而已啊。